今天要教大家组装的是这款松木层架。松木层架组装零件包含木条式层板、螺丝、可调整立柱以及脚垫。运用的工具包括橡胶锤、十字或电动螺丝起子。步骤一，将脚垫钉入立柱底部。提醒您，孔位离立柱高度较长距离的部分为立柱底部，将脚垫以橡胶锤施打钉入。步骤二，将层板锁入立柱，运用电动螺丝起子将五片层板依据个人适用高度逐一锁入立柱中。提醒您，组装时平放产品不要站立，同时不将螺丝锁紧。步骤三，确认层板与立柱皆已锁入螺丝后，再将各部位螺丝锁紧，松木层架便组装完成。